以阿美国神，嗯，我你台湾一般叫五官，五官差不多这样吧。金马币啊，那行吧。以前教生意呢，啊，有乜嘅要求生意呢？做乜嘅事？喺中华村打下，哎，中华吧。对食堂哈。未来发展哈，有乜嘅困惑建议冇？对斯坦嘛，斯坦现在你觉不觉好冇？也好啦哈，也好啦啊。你感觉用钱哈，用钱可能也较好啦啊，用钱在哪？新店吼，新店现在亲戚就无阿爸无阿妹生意嘞吼，可能三四十只，离婚嘞无算咯，就无没无阿爸就无阿妹。什么衣服我必须啦？啊，以为是蛮多阿爸有小妹啊。哎，嗯，说用银呢也好啦，啊，用银呢过来比又个比新店啊较好，较好。嘿，你看法哈，你对生意的教育啊，乜嘅教较好？对生意的教育，还就，还因马马虎虎啊。啊，就是阿爸，就是阿爸没啦哈，哎，陪伴在身边挺重要。哦，啊，在身边教就轻松了，嗯。从细你看，从细先用钱啊，用钱到现在啊，啊，你再用钱就几十年了嘛，哈，啊。你感觉用钱的改变有乜改？有乜个改变？阿乜改好诶？啊？还是麻麻糊糊，也还是还算还有些点，琵琶呀，要好唔好？嗯。所以那今后呢哈，嗯，我不用过审，我不用过审，你就冇再偷皮啊！就我们都不是，都就是人，就是人啦，冇讲去做请咩好都麻麻开，冇啦啊！所以今后的朋友，我一讲真嘞，你们来很难讲，佮话有真嘞有好多话的，所以我们就冇啊，所以今啊。所以我们生意呢，就请哈，就阿爸好的模范，哈。所以我们生意呢，请友好嘛，哈。啊，你家生意呢，请友好，啊。嗯。都还马马虎虎啊。哦。哎，阿公，你现在要去田里哈？
我去种菜嘛。种菜啊？哎、欸，奶馍。啊，我还就那个，跟不会搞交代个。嗰個係電條要救佢，要下個要救電條嘅幾多啊？哦，係點解要做啲中胎？啊，所以左神頭出去都做乜嘅？散步。咩叫？嗯，想健步去左神頭啊？我喺前幾日上去要啲百下少少獎啦，係啊，幾難嘅。嗯，嗰個要咁難啊，阿叔少少獎啊。嗯。哎，阿公唔对阿叔吼，唔太赖啊，干嘛话阿叔啊？佮吼，亲对客家文化亲有兴趣，哦，阿要发展客家文化啊，唔会感觉唔亲光荣什么光荣啊？啊，马马虎虎，马马虎虎哈，只要有一个赖吼，阿对客家文化哈亲重视，那个发扬客家文化。所以有时候你会唱山歌吗？有啊，啊，有啊。我成日都大约会唱山歌，我之前系之前嚟唱山歌，我系讲系难系冇哦。哦，普通天夜来嗬，天夜来佢有声音感，唔感觉咧，唔出格咧，唔出格感觉，唔系天夜来嘅，天夜来佢有声音感，佢有喂。有爱还有正义感啦，你感觉唔有正义感么？啊？哎，我讲讲位麻麻糊糊啊，麻麻糊糊。你民国几年出世？几年要出世？啊？你上一吗？该时候？上一啦？咪上一咯？哎。哎，今年是几？四年。十一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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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十一年，十一，农历啊，呀，还农历十一年是不是？国历嘞，以前国历嘞，一年，国历就一年了啦哈，农历十一年了哈，十一年是几？十一。十一月，哎呀，十一月是是农历上月，上月啦哈，就等了。啊，国历就十一月啦哈，新历啦，新历就十一月啦哈，是吧？哎呀，新历十一月，所以庆贺啊，所以不记啦。啊，一年二十啦，国历国历。过了一年二十了哈，啊，所以今日感谢阿公，感谢阿公的分享，啊啊，哎，阿妈个重要嘛，妈妈无语啊，妈妈无语，好，来，来一唱，啊。像阿叔啦哈，公公来讲一下对，先讲一下对阿爸哈，对阿爸的哈，会感恩的迄个，哎阿叔，阿叔唔对阿爸哈，有乜该的哈？感恩啊，或者阿爸对你一生的影响。我讲一下，分享一下你对阿爸哈，感恩啊。哎，因为阿爸是系啊，亲曾经因为阿爸即系佢亲平俊，牺牲一生啊，做供养事业，高廿下九十一年哈，做门泽国父，我做。而家千州誒照顧屋下都係順其自然咯。你分講頭準嘅亦嘅做阿爸咧，千頭準嘅阿爸。阿佢千歲交我嗬，加阿妹，我感覺即係千磨分嘛嗬，一盤。特别阿妹很彩时节做阿妹看人接啦，大部分喺广州会去打麻将，去打麻将啊，
分啦。誒，交友方面，但是做係難嘅啦。嗯，阿爸是做，誒做卡，對大家卡卡熟悉，卡唔可以有乜嘅，誒貼貼嘅要求啊。刚刚吼，阿公吼，对你印象最大的什么解释无？清太祖是和按小说古洋出戏的，我这个同出历史呢都记载出来的，记载的是讲前世来这家庭。所以我就请感恩阿爸了哈，感恩阿爸。后来你这个用生意了嘛哈？什么？哎，什么来事了？哎，什么来？什么来了哈？一根麦。那前后，就你思想体，就你这个对客家文化哈，就卡重视嘛哈，卡发扬客家文化。也是咧，安尼啦，从了1991年啦，哈，从有一只个呢张秀元啦，佮就爱转来食堂做了客家的文化，哈，就透过杨长俊，佮就点来对了方面，就有一点的，有一点的底啦。用来记住了钱买卖都1991年还是就做了个同发剂呀，还是做个食堂和平公园呢做有一家食堂演还是还是也出租中下老张秀荣中下几代头买家有的他做家喺食堂，春食博物馆啦。后天一年后就改某啲人，沙子博物馆入边，一直到2009年，八月大结束。所以咪自低人咪做啲啊客家文化學習，話咪做咪第一部分做提倡互相嘅唔係啦，互相做做一隻文化起來。后来食堂哈，你去改想法哈，你想个食堂要么改造哈，来带动客家文化，食堂的去改本地本乡的客家文化的发展。食堂讲做啦，今天目前来讲做，哦，在用钱来讲咧，做喺食堂也可以讲有啲烟哦，算比例轻薄的嘅存嘅肉。比较清楚，很多家后生的个哦哈，七十几个后辈的像些年轻的，个生意呢全部就唔愿意讲下啦，个家也就挺烦恼的。孙奶奶，因为奶都会讲嘛哈，奶奶都会讲，孙奶孙奶。所以说的那屋下土多上幼稚园准备带去哈，就一切全部讲下，到呀都带出去去听下爸家们以后些哈，都讲下就越来越熟。所以生意的转来啊，都会家己讲顺利啦，顺利生意转来会讲下法嘛。老是讲下，但是其其他的班费与班客的负担。有鼓励来的寻求哈，生意在外面有在参加客家的客家母语班嘛哈？有啦。对，所以根本就是生意呢，生意呢爱讲就爱讲学合法啦哈。除了客家以外，我们该讲可以推广客家文化嘛，在食堂。在食堂，
哎呦，呀，就算伊难伊难讲这样个哟，今年因为啥子个关系喏，就看到黑卡个文章吼，就渐渐的就没落去。